我是比较想攻。好，陈俊攻。哦，我终于有上场时间了，我可以表现自己，证明自己了。我大东和孟大东和孟强。突然看到大东在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们俩就想先喊张晨鑫，问一下说要不要换他来打二对二。那他怎么都选好了？结果张晨鑫已经进去了，我俩就没办法，就先打二对二。因为打完二对二，假如拿到星，再打一轮一对一之后，还可以再打二对二，因为二对二是两颗星。大东，坐。第六次滑篮，没有犯规，好球。没有好球。哎呦，犯规！哎、漂亮。孙晨晨防不住孟翔。防不住孟翔，孟翔多肥呢。漂亮。八十一号，打手。手，算漂亮，孟翔，孟翔他平时不说话，他打球很稳的。帮一下，啊！哎，没有。我觉得时间还够，一打一再回来再重新商量如何分配这个，如何进入几号铁笼，我觉得都 OK。因为在魔王赛的时候我防过他，他两个进攻我全部防下来了，我觉得我可以打他没问题。没有没有，好。好球，漂亮，打他博龙。还有40秒。手，10、9、8、7。哎呦，怎么丢了？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先到，时间先到。
进一个。漂亮。3-0，漂亮。没关系，漂亮。注意，现场比赛时间还有2分钟。3-2，可以。可以啊，没关系。比赛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。可以，可以。他喜欢2分，2分比较好。好。5、4、3、2、1。没事，方亮，没事，没事。铁笼赛第二轮结束。希望你们留下。你别闹了，要走一块走了。你要不留我，也不在。我觉得我非常有可能被淘汰。之前几场我一直都没有上场机会，那其实铁笼赛我觉得我表现的不是特别完美，我不想他在节目有遗憾，就是没发挥出来就被淘汰了。其实我特别希望他留下，因为我还没有表现出自己真正的实力给他看到，有点尴尬，因为他在魔王赛的时候刚刚屠杀了我们。孙振俊晃动不错，犯规。孙振俊晃动不错，犯规。主导，造成犯规。孙俊，好球。好的 ，J Team 的发球权，依然是给到孙振俊，掩护没有用。就是半决赛不能给对手留下一丝一毫的机会啊，特兴奋，因为我没有看过他扣篮，可能是那个开场曲直到世界尽头点燃了我，然后我突破进去第一反应就是我要把他扣进，帅死了。再拉开一点，外线没有出手机会，自己到内线，哎呀还是有点勉强，钟显超示意冷静一下不要急，右侧的掩护，空位的机会，哎 ，three point， 空位的机会，哎 ，three point， 姚哥第一点给他，没有走战术，自己突破，没能上中。J-Team抢到篮板，拉开，交给冯安福，第一次持球传回来，走步，走步在先。哎，这怎么走步啊？走步。走步。没事，好球。好了，一发不中。2罚中1啊，比分差距来到4分。龙骑士。天哪，这个2+1来自钟显超，龙骑士请求暂停。2罚全中，上场就有贡献，现在比分只差2分。来哦，钟显超依然是掩护，孙振俊强行出手，这个球有点可惜。杨浩哲没有，给不到内线。大东，好球！J Team 的防守策略
十分的完整，但是好的 ，J Team 请求暂停。这世界很酷。